4.1多块结束了，林尼特封单最 sexy 的地位还是丝毫没被撼动。说到林尼特，无论是从服饰还是人设，都能营造出让人不禁想入非非的氛围。光是看衣服设计，就已经把朦胧美体现得淋漓尽致。衬衫式的领口却做了前后镂空的设计，既中和了身上太多元素造成的繁琐，有抱琵琶半遮面的神秘感，又是春光无限。紧身连体短裙配上半透明的黑丝，光滑的皮肤若隐若现，完美的身材比例，再结合老米这运镜的小心机，40矜尺也是挑逗，这谁能把持得住啊？除了服饰上的设计，林尼特的人设也是一绝，跟不熟的人礼貌高冷又社恐，给人一种生人勿近的疏离。私下里跟哥哥却是各种吃醋，还总当着咱的面明明是在生气，外冷内热的反差却颇有一种欲拒还迎欲擒故纵的滋味。高冷傲娇但粘人的风丹醋王，再加上爱吃甜食的吃货人设，像极了咱能给点吃的就能骗走的猫猫女友。没有人能拒绝小奶猫摇摇尾巴晃晃耳朵再发出撒娇般的一声喵，这纯欲 buff 叠一身的猫娘，任谁也拒绝不了吧。